不得了了，必须想办法阻止他。福特，本部紧急提供的特工机甲武器马上到达。特工机甲武器，什么？急了，能量得到补充了。哇，真了不起，可以和他一较高低了。就凭那个玩具般的东西还想跟我一较高低？我一枪就灭了你。什么？哇，好厉害！你敢攻击我？帕卡斯，是时候惩罚你了。你以为我那么好欺负啊？接我最后一击！把他干掉了，成功了。福特，新一军团本部内正在准备发射导弹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赶紧阻止，我正在赶往那里。什么？大家赶快冲进去。明白。住手！你是谁？已经晚了。发射系统已经被启动了。我就是蜥蜴军团真正的主人，宙斯大人。宙斯，过不了多久，导弹就会把号称动物乐园的亚马逊城炸成一片废墟。从此以后，你们将在极度的恐惧中受到我的支配。宙斯，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。不许你胡作非为！麦克斯！太厉害了！怎么搞的？我的身子动不了了，吸收了阿元素的我已经成了不可战胜的不死之神，你们这些小毛孩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不能就这样放弃。你们都不懂阿核弹的真正威力和我的黑暗。